闭上眼睛，回忆一下，当你第一次发现爱情是什么时候呢？那个时候，生活里的一点点事情，是不是都会在你敏感的心里留下印象？特别是在你初恋的日子里，你整个人都像是在梦游一样，走在路上，不太注意脚底下的路，也不太注意别人跟你说的话，你只是有点神经兮兮的。偶尔，你会一个人发呆、傻笑、叹气，脸红心跳，意中人随便说一句话都会让你想个半天，一张字条或者是一封信，你一定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看到都会背了。是不是这样呢？